新闻头起先来关心106年房屋税按5月1日开始要来扣税了。为着要来减轻国民的负担，彰化县长魏明国嘛来宣布，未来3年来房屋税拢未来起价。民众陆续接到房屋税单，5月7日开始就要缴纳。若是照规定，全国各县市每3年要召开不动产评鉴委员会调整房屋标准计数。国内多数县市已经陆续调整，上悬起价3.3倍。不过彰化县政府则是来宣布，未来3年彰化县拢未起价。唯一不调涨的县市，而且因为我们未来3年也不调涨，所以我们彰化县的房屋税，在台湾本岛来讲，我们是全国最低的，最低的。台北市房屋税是我们彰化县的4倍，4倍之多。我们比这个南投县，穷乡僻壤的南投县还要便宜哈。魏明国指出，民国106年、107年、甲108年的房屋税拢未调整，希望以无起价房屋税方式达到清税利民，实现大正义。不过嘛，爱提醒民众，收到税单一定爱准时去缴纳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